我想每个人心里的家乡都是非常非常美的，我也是。只要你想到它，或者你闻到它的味道，你就会觉得很安静、很熟悉、很放松。骄傲的是，我的家乡，它的美是由内而外的，它的美非常的厚重，不张扬，但是很深邃。在我自己的身上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我离开家乡有多久，我永远都是江南女孩子、绍兴女儿的样子和情怀。